大家好，我是圣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《心房》这一首歌的最后尾奏的部分。那一样，我们首先来看和弦的部分。第一个呢是D和弦，跟前奏一样。两小节之后呢，换成 D sus2 on G。只要把D和弦的中指直接移到第六弦第三格，就变成 D sus2 on G。再来下一个呢是 A7 sus4， 只要把中指拿掉。然后呢，食指往上一根弦，按到第四弦第二格，根音在第五弦。两拍之后呢，换成 A7， 把无名指这个音降半音，变成用中指按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会再反复一次，然后进到二房。二房呢是以 G add 9，G 加9这个和弦为主要的架构，然后呢加了旋律是拉。好，两拍之后呢，食指一次按两根弦，西，然后呢再来变 D sus2 on G， 哆，所以我这里呢用第二弦做了旋律，第二弦空弦拉，第二弦的第二格，然后第二弦的第三格，然后呢再进到第一弦的空弦 Re， 好，然后再往下呢，我是按了一个升 F minor 7。好，原本我是这样按，但在这里呢，因为我需要做用小拇指做旋律，所以呢，我保留二三弦，我第四弦的这个原本第四弦的这个小七度音我就不按了，我只按了下面这两根弦二三弦。好，这里我做了西，然后马上接到哆，西哆，然后是第一弦空弦。然后就进到 B minor 7，然后下一个呢，把小拇指这个音降半音，变成 B minor 9。再来呢，这边是一个 E minor 7，不过呢，这边几乎没有按到和弦的按法了，直接是一个，待会会讲到。好，再来最后呢是 A7 sus4， 但是这里呢跟前奏一样，会做一个 A7 的四个转位。好，和弦的部分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前面一样是一个嗦哆，好，哆滑到 re， 跟根音一起弹 re， 哆嗦哆 re 西哆。好，第三小节。第三小节之前呢，第二小节的最后，西嗦，然后 D sus2， 那因为这个前奏都讲过，所以我就不多讲。然后 A7 sus4， 然后反复一次嗦。G 加9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拉西，然后哆嗦。再来进到升 F minor 7，然后 B minor 7，然后 B minor 9，啊 T 二三一起，T 一二一起 ，T 一二，然后 T。或者你也可以把手指移上来，那就变成 T 二三一起 ，T 一二三 ，T 一二三，两种右手的韵指都可以。最后在 E minor 7这边呢，稍微麻烦一点，这里呢我保持根音，
然后我在这边呢做了一个低调的咪，啊不好意思，是 Ray 滑到咪。我这里原本是要按一个 E my 九，好，然后我把它拆开来 ，E my 九这里呢，我原本有按一个 Mi， 我从 Re 先滑到 Mi， 然后弹的这个第二弦的第三格，这是前两拍，然后后两拍呢，用这里是弹了 Mi。滑到发，但是我主要是要听到发这个音，所以呢会听到的是发咪哆嗦，两个合起来是这样。好，以我刚才最后三四拍所弹到的音呢，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是 D sus4， 或者把它当成 D on E。所以呢，这一拍这一小节里面呢，第一个和弦是 E my 九，然后呢是 D on E， 好，最后 A 7 sus 4一样就是一个 A 7的四个转位，然后就进到主歌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新房最后间奏的教学，然后呢间奏完了以后呢，就接回第二次的主歌跟副歌，然后呢就进到尾奏，那尾奏呢跟前奏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所以呢这首歌呢就到这里教完啦。那希望各位喜欢这个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，然后呢也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的专页帮我按个赞。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购买这个好丰盛的《因为他我好丰盛》这一张专辑，然后呢，《新房》呢是收录在里面的歌曲，请大家一定要多支持，谢谢。